我谨代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 纪录频道和大湾区之声频率落地香港广播剧《湘江兄弟》 MV 我们会更好等原创精品节目发布表示热烈的祝贺。25年来，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，在这一历程中。 内地与香港媒体作为开展交流合作和促进人心相通的桥梁纽带，为香港继续保持繁荣稳定和创新发展、积极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履行国家媒体的职责使命和时代担当，不断拓展传播渠道，加强内容创新。 向港澳同胞及时准确传递党中央的声音，制作出补出了一大批反映国家发展和香港变革重大成就的精品力作，为维护香港社会稳定、促进人心回归做出了积极贡献。我们衷心期待内地与香港媒体把握历史发展机遇，不断深化交流合作，共同做坚定践行"一国两制"方针。 开创香港发展新篇章的记录者、见证者和推动者，用心、用情讲好香港故事，促进社会团结包容，传播爱国爱港正能量。